大家好，我是田文慈，我的大学是国立师范大学，我们专长是射箭，华务比的是团体还有个人，希望大家为我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施梦君。大家好，我是辛宏仪。把握好每一支箭，这样没有想太多，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，就谁都不怕。是有，但就是一样继续把自己要做做出来。对，因为我们也都是团体嘛，就有互相提醒，那也让我们自己比较安心一点，就是鼓励啦。然后有些谁射得很好，就不错，然后继续保持这样，就唱歌放松。哦，你有唱歌哦。我们自己的经验都知道下雨该怎么射，所以就是如果真的下雨的话，我们也会去判断说要怎么调整啊，一样做自己该做的，不要忘记。